大家好，我们的主题是水晶棺材板。这是我们的研究东西。根据台南统计投报，台南目前新住民12722人当中，恋人新住民占8680人，为台南新住民人群人口当中最多。台南料理强调新鲜淡雅酸甜，越南料理调味为酸辣甜鲜咸，料理风格不同。女儿妈妈是越南新住民，与其他越南新住民相同，初来台湾时觉得食物油腻不清爽，人主希望透过融合越美食，减少越南新住民来台对食物的不适应现象。因棺材板为台南特色小吃，因此本组选择棺材板结合越南饮食文化，研发融合台越饮食风味的棺材板。这是我们的研究目的，透过前客访谈了解越南人对台湾饮食的喜好。二，以台南特色小吃融合越南饮食文化，又以创新特色小吃。三，透过实作研究水晶棺材板，开创新风味，成为台越特色小吃，亦可供府城小吃店家参考贩售。四，透过访谈越南小吃店业者以及问卷调查受访者，了解其对水晶棺材板的接受度及满意度。本组作品特色：棺材板容器以椰子冻取代厚片吐司，创新台南小吃，以水晶晶莹剔透作为吸睛料点，吸引爱尝鲜的客群。创新棺材板口味研发海鲜白酱与么么喳喳，咸甜酸口味，以水晶棺材板命名，提供店家贩售。是我们的流程挺明显过目。研究方法：依文献探讨法，透过书籍、工作室论文以及网络资料，收集台湾与越南料理相关资料。二、问卷调查法，透过问卷调查法，测验者为越南新住民，了解越南人对台湾小吃的喜好与越南小吃的差异。三、实作法，透过实作方式了解台南在地特色小吃，融入越南特色料理，并制作水晶棺材板。四、透过前客访谈，越南新住民对台湾饮食的喜好与接受度，及了解小吃业者对水晶棺材板的接受度及贩售可行性。会诊业者的想法与建议成为改良产品的参考指标。这是我们实作产品选品的过目。这是我们的么么喳喳实作产品选品的过目。结论：水晶棺材板口味不需要深入调查几遍。